台南市小丹公共主体位于小丹路甲北门路二段交叉路口，对面就是台南公园生活机能完善，也是台南第一座家己兴建的社会主体。目前工程已经超过65%，预计114年2月完工。17号上午，由市长带头亲自主持上香祈福，并举行上香典礼。希望未来会当加速招租、抽签等相关作业，好需要民众会当提早进驻。去年，选举的时候，很多人在攻击说台南没有社宅，甚至没有用不实的消息说台南没有新建社宅的计划。那事实上摆在眼前的事实，就是看到我们许许多多的社会住宅，已经陆陆续续将在今年或是明年陆陆续续完工，还有更多的社宅是在计划中、发包中或是新建中。因此呢，我其实不打政治口水战，只是埋手做实事。等于去年选举，真侪人攻击台南无社会主体，嘛，予市长心有所感。伫目前台南兴建甲规划当中，都有8000多户，到时将伊租出市场行情的8折，起来是搁较低计数来办理出租，而且包括公共停车、幼儿园、甲日照中心等社会福利的设施，拢会多元规划。我们的一楼也有提供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福利设施来进驻哈。那我们也跟社会局、教育局有合作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将来入住了这个社会住宅的民众呢，我们也会跟劳工局来合作，那做一些就业的辅导，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在职的训练。那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住宅一些复合性的功能。如何降低青年甲弱势族群大的负担？今仔日的上香嘛，表明台南市社会主体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台南新闻，君子蔡宏国的。